当我们胸痛的时候，到底是心脏出问题呢，还是肺出问题？心绞痛或心肌梗塞或是肺栓塞的，它最大的危险就是它会有一个问题，有可能这个肺癌的患者他可能会出现一个问题。我们平常其实食疗上有些保健的方法，那最简单最好用的就是